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好，天罗地网开麦，今日请咗阿曹家地兄过嚟做嘉宾。你最近你搞啲咩事啊？因为有最近有翻嚟，我系嚟香港，呢个月就去落印尼呢个月。系啊，印尼打呢个城市杯。咁咧就泰国呢度咧，大家如果睇牌子要注意啦。因为咧就其实呢件事就好耐噶啦，不过咧就香港至而家先真系掌握到。就泰国每年三月十七咧有一个好庞大嘅全国庆祝嘅节日，叫拳师节。咁嗱，佢泰國尚冇絕對知，但係呢個拳師節就係紀念240前咧，一個泰國拳師喺緬甸捉咗做監品。哦，其實咁喺皇帝面前御前比武啊，仰光啊，戴光啊，就係、是、啊，就打贏咗一個，打贏咗九個。咁啊，可能嗰個時間唔係一日啦，可能七日之內，七日節慶，總共贏咗九場。咁啊，放佢翻去俾埋太太，本來兩個太太佢添，因為嗰陣時多妻仔嘛。咁咧就名垂青史。咁依家就每年咧三月十七泰國就喺大城個故都嗰度咧，特別係嗰個公園好靚嘅，就係、是、一個歷史公園啊，完全係以前退役辦下俾緬甸燒曬嘅，嗰、那個故都大城嗰度咧就搞典慶。咁今年咧特別高興啦，我哋呢次去咧其實咧就用咗呢個叫做世界武術理事會嘅2015年武術大賽去嘅，咁有好多項目㗎，有跆拳啊、空手啊、功夫啊。泰拳、摔跤、古式泰拳，咁我哋應要咧就係古式泰拳去打，咁但係因為我哋隊員中間我哋十個咧，就個個都係一身武功練咗好耐㗎啦，包括有國術啊、摔跤啊、MMA 啊乜都有。咁咧就泰拳度咧，我哋即係古式泰拳度咧，因為個打法咧就幾兇悍嘅，又打埋摔落地啊、頭衝啊，好睇嘅。咁我哋有一個運動員就攞到銅牌喺香港，好艱難嘅，要打得好辛苦。就攞銅牌，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另外兩個咧就係、是、打呢個巴基斯坦式摔跤。嗱呢樣嘢真係得意，即係睇上佢兩個都52歲，第二項根本就唔爭佢玩，但係摔跤可以。點解咧？因為摔跤咧就係、是、佢打15秒為一個回合，咁、那個回合你對嗰啲唔係印度咧就係、是、中東人就交唔埋，個個都好 fit 嘅，而且係專項。咁我哋嗰兩個香港嘅選手咧就是、勝在不生軟弱。咁起碼我啲手啊、腰馬咧都掂，咁結果就兩個都過咗兩關，咁啊前後攞咗三個銅牌翻嚟。咁啊，如果你武功底咧，你武門撞埋咧，啲手啊、啲馬好易咬柴，因為嗰下一前全部都放嘅。佢巴基斯坦摔跤同蒙古摔跤咩唔同啊？基本上國旗佢哋都係，佢哋咧就兩個模式，一個就好似日本雙撲你睇過啦，就兩個對住個喺落地一個圈。好似鬥馬咁對住，掂住手雙拳觸地，一鐘聲響就衝，大家睇下邊個咧就將對方翻掂埋，推出個圈。咁啊冇力冇得玩，冇速度冇反應冇得玩。咁另外嗰只咧就難度更高，就一人一條腰帶好緊嘅，就互相執住帶，一左一右咧，大家對稱咁捉住。咁啊號一聲號令之下咧就發力，即係手甩你就輸啦，根本就冇激力，甩咧根本就發唔到力嘅，純粹打體力，係純粹係你。嗰、那個潛力啊，你個潛力同爆發力好緊要。咁你一爆發將對方翻跌啊、推跌啊，或者縮到咧，你就贏。同埋個耐力。係啊，所以咁佢好就好，佢唔使好長，係15秒一個決勝負，有時3-4啊，有時過關嘅。咁啊幾好玩真係，有完全冇人傷，我見到就。咁我哋香港為咗香港，前後攞4個牌翻嚟。咁啊，政府唔單政府試過，我哋自費全部嘅自費，或者揾朋友幫手。咁點解我哋要去呢？就一個香港，全世界知道香港武術文化係強嘅。點解我哋世界武術大會冇簽香港旗嘅？失敗㗎嘛，死撐啊！各博士都要去嘅，明知難打，人哋成隊兵嘅國家支持嘅，個個八嚿腹肌，睇佢哋都驚。點解你香港你唔攞到經費咩？你因為香港個體壇咧就好亂。唔係嗰個拳擊總會入。總會唔關呢個事，呢個係古式泰拳另外一個另類活動，同埋世界武術大會。佢香港嗰個體育統籌方面嘅走嘅方向都唔跟唔上世界潮流嘅，純粹係50-60年代嗰套行延續到今日，咁你成日全世界都唔係咁玩。咁你冇俾意見嘅？寫啦，寫咗報告上去㗎啦，我寫埋你呢個 policy program， 希望佢哋關注一下，因為世界武術大會咧唔係一個國家，係50個國家參與。中國冇派人參加。中國冇，但有運動員去參與嗰個拳師節。
就可能係即係中央統籌方面，佢哋世界嘅嘢都未接到軌，未接到軌，未接到軌，出錯。咁香咁啊，香港好喎，即係我哋呢班老師咧，就肯做翻少少嘢，希望嗰點火咧繼續燃點落去，唔好俾佢熄。哦，咁啊，呢個就係佢睇下啦。呢個咁翻到好好嚟有中文版啊，呢個咩咩哦？呢個《星島報》呢個《星島報》半版報導嘅。咁另外新華網有我哋嘅相，星島入邊有啦 ，TVB 都有，咁啱喺度，冇預約噶，訪問咗我哋唯一嘅香港鐵，多謝捧場。佢 TVB 點會去嘅又？佢哋去訪問嗰個當係一個旅遊項目，睇見到香港人喺度，咁啊好開心啦！佢哋都開心。咁啊，各式各樣嘅呢個報告係咪一手做到朝頭早五點鐘啊？做係做俾政府睇嘅，咁啊，即係起碼有個回憶。咁啲運動員開心啦，尤其是嗰兩個52歲嘅摔角手，係佢玩畢生武術係最開心嘅嘢。天王龍派啊！嗰個啊，睇好多就玩虎爪，又玩咏春，依家跟我玩古式泰拳。咁另外一個太極喺北京攞個銅牌嘅，亦跟我去泰國攞個功夫銅牌。咁啊，亦都去過北韓打過攞個銅牌。咁啊，好開心啊！真係人就係不停挑戰自己，爭取更大嘅成就，唔可以佢哋停，香港都唔可以停。希望你成功攞多啲資源啦，唔使成日。都冇最差嘅朋友啊！唔係，其實好難得啲朋友幫手，好似郭博士都幫咗我哋好多。我嗰啲有咁多時候，正常。佢哋好支持我哋嘅。正常。我問你一個問題，今晚特登請你嚟。最近咧就好多大家發覺啦，嗰啲高鐵又超支啦，咁啊特別嗰個銀行處嗰度買嗰啲。電子嘅遙控啊，嗰啲監控嗰啲儀器咧，又買錯咗又用唔到啦。另外佢起個第三條跑道啦，1000多億啦。咁啊喺蓮塘口岸嗰啲又超支啦。好啦，而家佢仲即係話大中細，再加上區議會每年又俾1億元去做工程，做到最近單程報紙賣啦。泊一個單車位揾條鐵通擺度嘅要100,000蚊，落天堂。擺30間睇你300萬，咁你話我哋根據我哋搜翻嚟嘅資訊，係一個好龐大係有計劃性嘅運作，即係屬於係我哋喺以前咧叫做即係話有人穿櫃桶啦。我以你嘅經驗 ，ICC 前咁耐。有咩好嘅方法防範呢啲問題？你話佢唔到，你又係專家。佢喺個文件上程序咧，就係好似好公正嘅，話又落廳打又成嘅。就算以前政府一部門想用一個人，佢都唔直接請佢，就扮鬼扮馬咧賣報紙，就叫你走嚟應徵，咁咧就係請你嘅。咁變咗佢即係話唔係公正啦，做咗個程序啦，實際嗰啲即係投標就圍標一樣啫嘛。其他啲嘢好多係公開秘密，但係似風波漲。咁基本上依家以今時今日世界嘅資訊咁發達，你網上乜都查到㗎。你關於啲大型項目咧，查到佢唔睬你啊嘛。同埋佢有一樣大型項目咧，應該個監察咧更緊，因為前度嗰啲監察全部都個個都搭個棚嚟揾錢嘅，個棚越大就揾得越多。咁啊，問你輸送咗咩香港市民就死啦！依家咁多民怨嘅，點解就係啲市民真係水深火熱，賺幾多錢冇用，啲錢係咁縮水。佢差嚟講係成10倍㗎，啲譬如話佢整個拍一架單車嘅費。咁你要搞架單車咧，有1000蚊嘅啫，有啲1000多蚊，或者啲3000多蚊啊靚啲。咁整一條通要啊，差唔多其他100,000蚊啊。好啦，有一樣嘢仲串。佢又冇水炮車啦嘛，而家訂3架水炮車，2700萬、900萬一部。咁我哋咧就 search 咗啲資料，買三架都係500萬啫。佢三部咧要2700萬。佢點解咧？2700萬咧，佢仲要係2年多後先可以攞到翻嚟香港用嘅。你係只要走去打部，係咪單兵？係咪單兵啊？嗰啲係防護車嚟喎。係啊，唔係就係嗰啲水炮車，就是、水炮車。而家我哋宣傳翻嚟咧，又係防暴水炮車，就係500萬三架啫。我譬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用乜嘢好嘅方法咧可以即係爆佢咧？嗱，呢啲你講冇用喎。其實一定係傳媒啦，你新聞自由香港最好啦，香港傳媒最惡㗎啦。
你全部都唔睬你啊嘛！喂，唔係你件事搞大咗，唔到咁睬你。法官嗰班人，嗱，立法官班應該做嘢噶，但係淨係識拉布冇用噶嘛，要做嘢噶嘛，要實實在在邊樣唔對，點樣唔對。佢哋大把錢咁多秘書，你嗰啲即係嗰啲醫管局，你要市民嚟做個手啦。禽流感藥買翻嚟話唔用得嘅失效嘅，又要再買個十萬劑，十萬劑咧再宣傳翻嚟喺世界上嘅資訊咧，就話咧打啲禽流感針咧係冇效嘅。我又保證你有效，咁呢個要負責喎，所謂所謂呢個誠信，所謂呢、這個冇嘅，你點冇嘅冇嘅，而家你咁香港失敗咯。咁你究竟你梁特首，你連幾架水炮車咁簡單嘅、咁緊張嘅事，佢要防止而家再有啲第二波啦嘛？話佔中啊，仲有第二波啦。你都搞到兩年幾先有貨同人買貴嘢嘅，咁你佔得嚟都你嘅車路係進到嘅。有咩辦法可以去控制呢樣嘢？有咩良策咧？嗱，俾你做。嗱，如果係你個任務，你咁你點做咧？俾我啊，搞一個特別專責嘅團隊啊，係負責 task oriented， 係針對呢件事去做嘅。呢隊人唔係淨係閂埋門做嘢嘅，要出嚟向公眾交代嘅，唔係立法會交代嘥氣嗰班呃食。好啦，交代當然對住鏡頭。要對住面對觀眾、面對社會講嘢，即刻答問，即刻答問我咪得。我有一個例俾你聽，佢而家咧英國佬臨走咧，將整個香港嗰啲學術水平啊、嗰啲專業嘅水平咧，全部降低，所以變咗咧，香港開咗幾間大學，個都有法律學位俾你咁而家，好多制度好多律師，但輪到政府打官司，佢都去英國請律師。唔用香港，因為嗰班唔夠班就咁簡單。嗰日佢就係臨走之前降低曬個班嘛，佢亦都同你個工程隊嗰度啊。而家你香港讀完啲數咧，去外國考大學咧，你要考個 engineering 啊，做 architect。佢 downgrade 曬你嗰個。係啦，你考唔到嘛。我係因為佢突然間將你降低曬咧，包括個會計師都係嘅喎。你要幫襯逼科，你自己會計師咧，你每年嗰啲上工資年報你做唔掂嘅。唔係呢個唔係淨係上市你又做唔掂嘅，人哋係好有計劃，所以正話要咁講咧，你整個專責委員會。但係佢落廳打你，你都冇資格攞啊嘛！你連睇嗰份標書睇唔掂。咁唔係㗎，你嗰啲錢有指標㗎嘛？呢個錢係過唔到啊！你變咗你係你個鬼佬嚟為你標啊嘛！而家全部喺香港啲大工程咧，全部鬼佬做，有啲日本公司。所以我點解佢係咪咁呢樣嘢咧？喺嗰啲參加投標公司咧，係要受呢個專責小組嘅過，覺得嗰啲價錢唔對版嘅，佢唔係第一次做。你咪專家嘅點話佢？你擺我個攞啲話專家啫，呢個世界專家，好似廉署咁多年查案調查員識幾多範疑咧？點解查到我咧？唔掂咪揾專家啦，有啦，專家又建築專家，你做個洗毒員啊？你到咁嘅時間，會唔會話你你應該係咪香港點解咁多工程你唔俾翻中國嗰啲工程隊落嚟做咧？中國咩人才都有啦，咁多大城市基建有幾多？我相信佢有一啲考慮，就話除咗政治考慮之外咧，就話中國工程嗰個監控同埋出現嘅問題咧，即係供不對版嗰啲情況咧比較多，所以咁咧再用翻國際間嗰啲名牌嘅所有可靠，因為香港有水啊嘛，有水咪捨得使，但係唔係俾啲任碌碌咁咪有水。其實呢個都係監察問題，我絕對相信人為因素可以人為嘅能力去解決嘅，最緊要你有嗰人才。我哋八卦下啫嘛，嗰個第三條跑道，當然啦，佢起完梗係錯啦，起完之後咧，冇人保證到你個空域管制咧，你係開放到俾你嘅。廣州起咗條跑道之後咧，都用唔到嘅，都唔加俾你。咁又係，同埋香港咧，啊，淨係起條跑道，全世界都冇嘅，佢就已經講明。將來只可以落機，唔可以起機嘅。咁呢個係全世界一個即係單程，係啊，奇蹟嚟嘅。不過另外一樣嘢咧，如果一個中國嘅南中國嘅大三角咧，如果你普通市民嘅見解啊，你個珠海機場擺到封咗噶嘛，係用唔到噶嘛。你畫埋俾香港，將來又有嗰個海珠大橋，啊，即係港澳大橋。港珠澳大橋咁，你可以利用個資源咧，將嚟個大三角成咗勢噶嘛。反正佢哋特登都唔用咧，係要搞到咁樣咧。仲有一個最簡單嘅，佢將呢邊喺欣澳嗰邊向迪士尼嗰兩個山咧，鏟平咗個山頂，把電
喺二三個填海。咁你嗰啲飛機咧就向翻南中國海起機啊，咁你嗰個航道咪疏曬咯？你呢兩條全部夠用嘅。仲有一樣嘢就話，佢嗰啲私人機仔咧多多全部嚟香港轉機啊，成日冇揾過錢喎，喺度借你個機場轉機啊嘛。佢大陸啲機啊，細機又嚟。咁啊，如果你將嗰啲細機咧全部買收佢貴嘅停機費，佢咪變咗佢幾甲逼買架大機嚟，你咪冇咁繁忙咯，啱唔啱啊？係諸如此類外嗰個解決嘅，但點解政府係特登解決啫？話係另有所圖嘅。呢個你當然我睇過陰謀論，但如果咁大工程又二三又就，佢一定考慮過曬各樣因素啦，即係正面負面嗰啲考慮都肯定啦。都叫佢考慮到啲嘢唔周詳啊嘛，同埋特登夾硬上馬啊嘛。其實我喺波院整咗成兩三億嗰啲顧問公司啦。咁就所以所有嘅顧問嗰個發放咧，同埋點樣去聘用咧，其實嗰度好一個好大嘅活動嚟。廉署話點樣可以保障市民嘅利益啊，市民嘅資產，嗰度好緊要啊。其實幾多似啊嗰個地鐵嗰度，你睇下。係啊，個勘察報告發覺有石頭喎，你使幾錢喎？係啊，當年我哋已經係懷疑㗎啦。你中國起你國內嗰權。如果你俾佢判埋起到嚟過嚟香港呢邊咧，唔使二百億，又係而家真係七百幾億。我哋個機場一千四百幾億個第三跑道，我哋翻去揾中國嘅工程去口頭打個價。佢俾四百億我同佢承包咧，我有錢賺。嗱呢、這個我相信我哋要個注力就係呢啲咁大嘅。喂，呢啲特首要睇會唔會係特首或者有啲政治嘅議程，我哋大家睇唔到咧？或者因為你唔可以俾曬，你唔可以俾曬個底個外國工程嚟判噶嘛？好危險啊！咁樣你而家你無了期嘅喎，嗰、那個一路佢哋一路製造啲咁嘅釣魚工程，咁啊過曬十個頭，要係不停咁樣，不停咁啊！流水啦！即係意思都係喺嗰個，我覺得呢、這個你中央政府成日掛住搞個政治啊嘛，其實中央政府要多啲民生嗰個民生、民生同法治方面做緊要法治。唔係錢冇所謂啊，阿家傑，我哋覺得你丟中國人架，俾人走嚟揾咗你錢咧，當你班傻仔啊嘛，當你又自低自係啦，到時到佢仲可以坑你錢啊嘛。你班立法冇成日識拉布，乜都唔識，你有咩做？嗰、那個丟解嘅問題，同埋咧俾國際形象咧影響你中央嗰個管治威信啊嘛！冇尊嚴嘅依家。係啊，我香港交咗俾你，你連啲工程都俾喺度一路尊貴咁揾路襯嘅，咁你中央你度襯仲有面嘅咩？人哋咪當你傻仔咧？俾人笑啊嘛！即係佢哋俾人笑，即係我哋做中國人都俾人笑啦。嗱，呢個係我最唔信嘅。即係有錢都唔係咁使啊嘛！唔係，即係我係最唔信嘅。你即係你侮辱我哋智慧啊嘛！我哋咁，我覺得政府能夠做咧，就真係要對於呢啲問題咧，要尖鋭啲，要敏感啲，一掌握到咧就專責進行。你好多架床打鼓嗰啲，屌佢啦，冇用噶，我唔係啊！你喐嗰時，你咪俾中國啲大工程公司做咯。我用翻你一部分香港工人，你咪冇抵觸咯，係咪？有一部分佢落嚟全部同你承包曬曬。佢哋非洲呢條路得，佢其他外國佢要做工程都得啦。總之價錢合理，大家又贊成，搞到成個建築行業啲嘢扯到貴曬，啲樓價咪貴咯。佢連鎖性反應啊嘛，香港冇得益嘅。你起個高鐵翻嚟咧，係原來咧快唔到兩分鐘，三幾分鐘嘅啫，翻去即係仲需要低鐵咁就搞笑。即係意思都係話，即係一個做嘅認真着手啊！認真着手一定要個態度，呢個政治取向唔明確，政治係要針對呢啲流弊呢啲問題，你要真係去打擊。你冇個混蛋包啊！你揾個人阿嘉傑哥要翻去教拳啦，咁啊送你翻去同佢送你咯，咁啊混蛋包。Okay，諗下好嘛，早走少少大灣區，希望政府發督下，好好睇住個錢包啊，香港錢包係啊，好嘛 ，OK。阿大媽，你話離開咪啦？阿家傑炳啊，過去佢上課教徒弟啊，學生教徒弟會教徒，好嘛？都係啊，醫生師傅嚟嘅。我哋今日嗰個中場休息咧，就啲嘢擺落去，我哋講曬先。你中場休息佢落去，平時啲切落得啦。即係唔使中場休息一路講曬，即係放開未？嚇？放開未？唔係啊，你嗰啲中場休息，到時你中間擺翻嚟。即係一次次啊，唔使要停啊，好嘛？阿大媽，大媽啊，我開門。
話嗰、那個四川嗰個工作，就好多謝啲同學參加啦，大家有機會又見到嗰個社會嘅農村嘅發展，呢個係一個唔容易工作嚟嘅。咁啊，同埋有一個我哋工作咧，一個比較正面啲嘅，我哋佢之前就冇講嘅，冇講咧，大家就睇到咧，我係送咗一本《南王二十年》啦，習仲勳先生嗰本傳記嘅嗰個歷史啦，我哋加送一本咧，習近平先生嘅用典。因為習近平主席咧，佢經常去出席嗰啲地方演講咧，都係引用咗好多古代嘅經典嘅。咁啊，後屘咧就有人結集咗咧，就係講佢哋結集咗之後開始一段嘢啦，係人民日報出版嘅。一開頭有段咧，呢一段細細段，大家睇下呢段，嗱呢一段細細段呢一段。嗱，一陣唔睇到，停一停，影到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盪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學史可以看成敗，鑑得失，知興替。學師可以懲飛揚，至高王任靈秀；學倫理可以知廉恥，懂名欲，辨是非。古詩文經典已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成了我們的基因。語文課應該學古詩文經典，把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不斷傳承下去。點解讀呢段嘢呢？因為基於佢用習近平先生的名字，而是在中國那個政治的生態環境呢，即是他擺得這段這樣的書法在那裡，就代表了現在中國政府呢，是開始呢要恢復回我們那個固有的中華傳統的道德文化。所以大家去到在廣安那天呢，廣安市那天呢，在我們的座談會都有一個道德講堂，這個是恭喜的，也是中國人值得開心的，就是說呢，慢慢將以前毛澤東那種極左的思想呢，他不說話推翻，但他再提用回自己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呢，是慢慢去代替他，這個是國家發展的好事。我發覺他講堂裡面禮義廉恥的字是用繁體字的。是啊。好啦，咁啊，習近平用典開頭咧有幾句説話擺喺度嘅，我幾大家睇，因為要重點解一介紹。即係知道自己而家國家嘅大方向政策係乜嘢？治政之要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拆其疾苦。臨大事而不亂，臨利害之際而不失故常。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見賢思齊義，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咁我希望梁振英特首安民之道，你拆唔拆到民間嘅疾苦咧？嗱，咁多幾次退差餉，退咁多錢俾嗰啲大有錢佬，對比嗰領匯嗰啲，係嘛？咁啊，嗰啲老百姓冇曬牙，又冇錢傷牙，白內障要等幾年。喺檢查身體等幾年，啊，咁啊，希望你哋嗰啲從政者咧就啊都要知道，嗱呢個習先生所引用嘅，我再引用佢一句，佢喺降在實處，走在前列，喺檢查節日市場供應同物價情況時嘅講話嘅，佢係引用嘅。他引用什麼呢？淡然蒼生，不是淡然蒼生，具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我就寫一兩篇給大家知道習近平用典。
習近平同志在不同的場合都講過，心無百姓莫為官，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手握公權就要為民辦事，否則乜嘢做唔到。點解要選你？如果你乜嘢都唔做，咁你要做乜嘢呢？民生唔係抽象空洞嘅理念，應該落實為群眾實實在在嘅利益。呢個考驗住啲領導幹部嘅責任擔當。習近平同志引用呢句詩，就係要求各級幹部以天下大事必作於世嘅態度去找實做世民生嘅工作，努力辦實每件民生嘅小事。一個人當官為什麼？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卻有著基礎性的意義。這個問題解決好咗啦，後面的許多困惑，譬如抱怨待遇低、埋怨進步慢等等咧，就可以能夠迎刃而解。權力最大的價值在於佢嘅公共性。如果你想著一己之私，糾結於個人得失，不如去做第二樣嘢。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為官發財應兩道，就係呢個意思啦。咁啊，希望大家網友咧可以有機會買本書嚟睇。睇完咧，我哋天羅地網咧有一個讀書心得嘅比賽。你睇完之後啊，咁啊，大家可以寫啲文章鋪起上嚟。如果優異的文章咧，我哋會有啲獎品咧就鼓勵。咁呢次我哋去咧，事前冇同大家講嘅，而家我哋補充一下。我哋帶咗一本《難忘的二十年》，就講習近平先生嘅一生人歷史。第二本咧就《習近平用典》，另外一本咧就《陳松基》，就係我哋亞龍基金嘅榮譽主席。阿李希元先生寫的書《陳松基》，另外一隻咧就是 PK 外傳的光碟。咁我哋咧送俾大家睇到咧，送俾廣安市中共中央宣傳部、廣安市委宣傳部的啲領導幹部。咁呢次大家一方面咧就學習睇到四川，亦都係自己國家嘅農村面貌嘅改變啦。咁啊呢啲我哋就唔鋪陳俾佢點樣講，但我哋擺一個實在喺度睇到。如果睇到30年代、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佢哋嘅居住環境嘅改變，佢有嗰啲屋喺度啊嘛，即係一個年代嘅年代。咁唔係淨係一個鎮，我而家差唔多四川整體都喺度做緊。貴州我哋又做咗好多。據我所知，江西以前我有個學生喺度做一把手咧，喺廣州咧做曬好多呢啲嘢，喺個生活中改變。咁呢個嗰日我哋喺座談會咧，我都曾經講過啦，幾千年嚟中國，相隔農村咧反映福地變化咧係而家。但係我哋睇到之後咧，我哋再諗翻轉頭啦，大家做嘅工作咧有啲隱蔽性，你大家唔知嘅。我相信喺中國入邊唔係咁多人做呢個工作。我帶呢啲書翻去咧，送俾佢哋嘅領導咧，同埋送俾佢哋嗰個鄉鎮嘅圖書館咧，就話大家幫我手咧，係做咗個反互動嘅工作，係由香港人翻去做共產黨做宣傳工作嘅人咧，做思想工作，明唔明啊？做思想。我翻過嚟寫一封感謝信，嗰封感謝信咧，我入邊有講嘅。我如果你廣安市能夠有機會咧，攞習近平先生呢啲書同埋習仲勳、鄧小平嘅經典喺電視台做一個讀書比賽心得，對一啲受咗財色引誘嘅幹部啊，都係一個好嘅良藥，即係起碼停一停先，諗一諗啊，我做官係乜嘢咧？咁你救咗佢，佢可以硬壓馬喎。
寫完篇文章或睇到篇文章啊，所以大家值得推廣。咁啊，我哋好高興啦，即係亦都大家俾大家睇到，我哋用嗰個時空式嘅力量啊，啊，能夠借個機會咧，係翻去中國。通常佢宣傳部咧就幫人做宣傳思想工作噶嘛，一調翻轉頭，香港人帶翻我哋書翻做工作，嗱呢個就時空式問題。但我唔可以帶啲書嘅，帶啲書係斬牙膠啊嘛，啲嘢大膽搞埋。但我如果我俾習近平總書記嘅書嚟，習仲勳嘅書嚟，你敢唔敢唔收咧？啊！收完我叫你再慢慢睇，你敢唔敢話唔睇咧？啊！呢個就係時空性，即係話咧，你喺世間做工作咧好緊要，你要識得用咩工具，喺咩時機，同埋咧令到人哋舒服嘅。但佢有一個危險，有危險咧，所以我哋咧就係好輕描淡寫去係俾咗圖書館，順便送啲俾佢哋呢兩度咧做紀念。因為現在習近平在個黨內咧帶頭，而埋黃其山佢哋咧係嚴打啲貪腐嘅。如果你無端端大羅大鼓嘅啫，搞習近平嘅嘢咧，啲國務同你一搞嘅話，大羅大鼓搞咧，佢就好難企嘅當地。哇！你話唔家產啊？你明我意思啊？喺中國人嗰官場咧係好習近平，你啱都會危險噶嘛？啱都㗎。所以佢冇人，嗱佢哋啲書寫得咁好，點解佢唔去周圍宣揚咧？係會有阻力，特別佢喺黨內去做咧，更加會有少少阻力。佢唯有就喺講話場所啊，有啲人引用啊，嗰啲廣告啊，咁咪我話我哋要堅持習近平先生嘅講話精神，乜咁啊，發一連黑風車咧，嗰個關人差事咯，你有你噏嘅佢咁。但好啦，如果我哋真係拎到翻去，佢哋搞讀書活動啊，搞觀後感啊，個效果會唔同，即係變咗唔係話老細落命令嚟要去做，啊係外人睇到，但點解我哋要做咧？即係呢啲咁好嘅工具，如果你真係照到習近平呢幾年來嘅講話嘅精神，去落實到喺啲黨員身上、啲幹部身上。咁你國家咪有希望咯，係咪？佢而家係佢嗰個黨嘅系統控制曬成個國家嘛，權力非常大。你唯一你就係喺呢個情勢之下咧，你就係幫助幫佢手咧，糾正嗰啲錯誤嘅歪風。所以我哋呢一次咧係有呢個一層作用。事前我哋冇講，我哋係林建邦呢個即刻叫佢北京送十幾本來嘅，咁我自己帶埋十幾本南面的二十年，呢個就時空式做工作方法。咁啊，大家可以慢慢領悟下我哋做工作嘅內容喺邊度。咁咧就希望大家由呢次翻嚟咧就寫一啲感想啦，即係能夠寫嘅咪寫咯，呢啲唔勉強嘅。如果寫到感想嘅咪俾啲人分享下。都可以將我哋嗰啲資訊咧，大家睇到啲啊啲農村咧嗰個建設咧，翻嚟香港人睇到咧就好惆悵。好惆悵，真係非常惆悵啊！唔再談啦。我翻個家庭算啦。啊，真係一千尺實用，一層嘅洋房，有花園可以種。有花園可以種嘅菜。啊，20万。20万人仔。即係20几万，仲可以分期，係嘛？有啲兩層嘅就2000几尺，1900几公尺，即係2000几尺實用，就40万。咁你香港啊，就買廁所未得，買廁所唔得啊！你買個沖涼房廁所都差唔多有80尺啦，係嘛？10000几尺喎，你仆街？換過。嚇！換咗廁所，換咗廁所，所以你話最近有啲人話咩啊？問我嗰個自由行嚟香港有咩影響啊？梁振聲咧入咗數啦，入咗嗰啲咁嘅話嗰啲上街
上水貨下，水貨下，反水貨，反水貨，啲人上去傻傻地，唔係澳門冇人反水貨都跌啦，佢生意啲人客都少咗啦。所以我哋睇到呢個特首咧，係佢睇到講大話，因為睇唔到佢死，佢講完出嚟就死了，佢即係揾啲嘢去賴。咁佢自己本身亦都要求話，早輪佢要求話啊，我哋同中央政府咧。係佢安排將嗰啲控制嗰啲人流啦，咁而家佢咪好多佢哋嗰啲人走去踢下個結啊，咁啊全部即刻同你解決問題，應該派啊應該有獎添啊，係咪先？快過你政府咁啊效果係咪？係咪啊？即時見效啦，咁啊即係人流減咗啦，咁你仲開心？咁啊減咗人流會唔會影響房咧？影響完全唔大，因為佢嗰個租金啊啲嘢咧就平。但你睇到人哋嗰啲景點咧，嗰啲古鎮嘅景點啊，其他景點咧，你香港係冇。係啊。你其實喺新界，你做過嗰啲古鎮景點啊，淨係賣嗰啲咁嘅賣本地特色嘅嘢啊。你都一個大嘅遊客區啦。係我哋睇到政府咧係低能，睇到香港政府係好低能，將嗰個精神時間咧，即係搞埋啲自私嘅嘢，唔係內控啊！佢有私心，所以而家佢哋咧就炒起嗰個港獨嘅意識，炒港獨，炒港獨炒到點都淡啊！炒到住，唔係俾啲報紙睇啦，俾啲報紙嗰啲人睇啦，炒港獨炒落，唔係呢個，有一個好好笑嘅，佢有個人炒到咧，嗌啲流浪出嚟咧，好搞笑嘅話要嗰個立法啊！立法係嗰個咩嘢？立嗰個反港獨法啊！有個屋女馬一國，你大家記唔記得？你同阿長毛喺立法會講出嗰個，我記唔記得？有冇記得？有冇印象啊？啊？有印象嚇？咁有人問啦。有人問話：，哇！呢條友咁勇喎，撲出嚟要立嗰個反港獨法喎。哦。嚇？咁啊，跟住我謝文龍撲出嚟咧，就話：，哇！一定要立啊！啊，但有線啊，幾啊無線幾好喎個新聞。嗰日我琴日睇新聞，睇到謝文龍話支持嗰個立嗰個反港獨法，佢嗰個相大陸相睇咧，我電視屏嗰度。哇！我係睇到臉房佢個樣，真㗎！你打翻個插翻嚟睇啦。我相信無線一班人咧都喺度玩嘅，佢淨係登個大頭相嗰陣時，成日喺臉房睇到個相，你哋再翻去睇啦。但佢哋啲傻仔嘅，大佬，佢哋唔知共產黨咧。第一，你嗰個馬英國咧就有澳洲護照嘅，即係澳洲籍翻嚟，話大律師。好啦，另外呢你嗰個蘇錦良咧，以前係加拿大籍少少啊嘛。咁我哋話香港搞班叫愛國愛港嘅人咧，就齋本外國護照喺度翻嚟搞。點愛啊？唔係，共產黨專係用呢啲人，即係好人佢唔會聽你共產黨話噶嘛。好啦，咁但係佢哋呢班傻仔嚟喎，佢而家講話啊，佢提出整一套嘢拎翻去中國俾啲官員啊睇報紙。咁佢俾嚟俾嘅，俾嗰啲人大代表啊，嗰啲咩法律改革委員會嗰班人嘅，佢真係唔知道人大代表係尿壺嚟，真係唔知喎。好啦，另外佢真係唔知道咧，就算你係黨員，都好多背景唔同睇法佢哋講嘢。嗱，三十年代黨我哋死咗，我哋唔抗啦，即係話係未打日本戰爭之前入黨嘅。習仲勳嗰啲咧就真係金正苗紅啦。係啊。鄧小平都未係，鄧小平都係資產階級。嗯。佢綠丁。好啦，另外咧係到你抗日戰爭嘅時間入黨就唔同，喺黨內。抗日戰爭你入黨又唔同，到佢打完
和平後再國共戰爭嗰幾年，又黨又唔同。到你打咗天下，49年入黨咧，撲街啦！點解嗰陣入黨我撲街？咁啊瞓啊，梗係低啦，遮頭機分子啦，等香港啲忽然愛國啦，係咪啊？有分嘅黨喎，係嘛？文化大革命入黨又50年就入黨，每一個時代你幾時入黨，你咩年紀，為咩事你入黨嗰時咧，佢計到你數。咁你啲咁嘅馬恩國啲咁嘅屎忽仔，係咪啊？你再拆你啲啰柚啊，再俾人整你啰柚啊，你都揾唔到食佢話咩？我哋自己真係提出話整個反港復法，即係你當楊愛詩死㗎。我師唔識整啊，譚耀珠唔識整啊，幾多人爭擦鞋啊？你要識擦鞋，你擦得應你都成，係咪啊？你即係話我哋唔識擦鞋？即係佢哋唔識嗰個，佢哋唔識提出啊！佢都唔知個黨內嗰啲呢啲咁嘅組織嗰啲人嗰種心態，個個都想向皇帝邀功，上上都要去向個黨度效忠啊嘛！你睇羅范超翻嚟知啦，係嘛？屌你讀天主教學搞下搞緊到屌出賣自己靈魂咁滯咁啊！佢唔肯諗得住，你第時見上帝佢邊個唔知？你睇啲人傻傻地，佢唔知道。屌你！你當共產黨傻啊？搞呢套嘢，因為你揸到個澳洲國籍走嚟埋堆扮愛國，啊咁撚勇搏出嚟。佢仲好笑啊！佢話精忠報國啊！我祝你，我送你一程啦！你包你有得報國，你遲早學愛妃，學愛妃啊！包你學，佢學愛妃嘛！呢、這個馬英九嘅精忠報國嘛，啊！包你靚，包你靚啊！睇下你，睇下死喺邊啦！我停嗰度啦！有乜傻仔嚟咯？你班喂，你賣共產黨浮，我哋絕對支持。因為國家咧有人支持個黨，但你要講真話，共產黨唔係神嚟噶嘛，佢好多嗰啲都係無厘頭嘅黨員嚟噶嘛，做法官屌你唔肯識法律都得噶嘛，你教做嘢先啦，大佬，你冇撚教咁樣刁撚人假啊嘛，好而家啲工程搞到咁樣，你冇人去提出據理力爭嘅，肯俾人尊貴統，影響個民生。係咪佢哋自己內部都有份㗎？你真係要講俾佢聽㗎嘛？啊！佢哋嗰套嘢唔弱㗎嘛？而家呢個時代，佢哋個觀念啊，各方面咧，就話啊，我有權力喺手，我自己演繹個法律，啊！成日叫你包容，話佢整套嘢咧屈人嘅，佢叫你包容，佢屈你㗎嘛？咁你埋佢浮，食佢杯茶。你都有個良知喺度噶嘛？屌你讀咁撚多書，身為大律師，點撚咁搞？我哋中國歷朝咧都係俾啲奸臣害緊死，所以好可憐嘅。但我睇啲種人咧好可憐，佢話佢咁樣咧撈到油水，佢搞緊錯，唔撚信你噶。你嗱唔想你大家翻去中國問啊，嗰啲留學去外國翻去嘅海歸，睇做唔做撚到幹部。就算俾佢做到幹部，睇你坐啲咩位，諗佢信你㗎，一個黨外，佢哋傻仔嚟。如果你又攞唔到嚿骨頭，就點樣出賣祖先，又出賣自己嘅靈魂，何撚苦咧？啱唔啱啊？咁你實實正正，即係教共產黨完善佢個黨，完善佢個制度，啊！將佢哋以前嗰啲左獨嘅思維咧，慢慢開解俾佢哋聽，叫佢哋有啲信心，係唔使驚。而家你係治天下。我哋今晚嘅話題咧就話，我哋翻去咧就宣揚習近平先生同埋習仲勳、鄧小平嘅正氣。所以我哋咧就正氣治天下咧，方為上策。你當年咁樣打天下，真係靠誠信正氣打天下咁啊，靠理想啱唔啱？全部中國人擁護你噶嘛？你打天下得到個天下，咁你治天下都要堅持嗰個正氣噶嘛？係嘛？
有你未了嘅喎，點樣你講個貪污腐敗要搞到人多，而家日日拉人，拉唔掂嘅，真係冇得搞。所以好多集之前，我哋舊年已經開始提出㗎啦。中國如果要搞貪污腐敗，一定要行特赦，一唔行特赦就唔掂嘅，個個都係啊，求其拎一個咧都冇咩走雞㗎啦，係嘛？咁你一定要搞特赦咁樣，有咩問題答嗎？嗯嗱，咁啊，講翻新聞啦，就係話啊，招攬千萬網絡大軍喎，話共清脱下白文皮咩料啊？需要啊，國王嘅劇情需要，劇情需要，因為而家佢失控咗啊嘛，個網絡。嗯喺個而家好多人，大家都知道啦。除香港嗰上街運動，我都係靠嗰個網絡咁啊，唔係靠嗰啲主流媒體。嗱，啲人又紅色恐怖咯喎。但呢個我都唔係幾清楚嘅。中大、浸大都要交900個員工。佢喺國內咁大地方個網絡咁繁榮咧，係需要嘅，需要的。劇情需要咁，我嗰日同我朋友傾嘅偈咧，我哋叫廣大嗰個學院啦，搞一搞啊，習近平先生嗰本論典嘅啊學習心得，搞個活動，我贊助啲獎品。咩反應咧？未知啊，咪等佢我托我朋友叫嚟搞啦。咁你睇佢啊，佢話你搞港獨啊嘛。如果你翻去搞個習近平論典嘅學習心得，咁你咪睇下講你咩咯？要學噶，佢呢本書用得幾好嘅，值得用。即係同埋一樣嘢要講咧，你搞乜都冇所謂，始終你都係家事嚟嘅，就少啲騰騰瓜瓜諗騰，啊，少啲扮有外國勢力支持。扮最慘，扮有外國勢力支持嘅點啊？累死其他香港人。你真係冇所謂，點解你扮嗰個大共啊？扮咁咧，你中咗啲香港左共嘅毒啦。佢借你啲咁嘅肥龍斯奇嘅人啊，借你啲咁嘅動作啊，借你嗰啲咁嘅無厘頭嘅行為啊，佢咪走去黐線咯，係嘛？嗯。係嘛？咁啊！呢度有篇文章咧，就賣嘅，讀少少俾大家聽啦。邊個係港獨嘅作俑者？始作俑者啊！啊，睇睇，讀嗰邊我畫低咗啊。其實所謂港獨嘅始作俑者咧，就689同佢背後嘅中聯辦，即係香港地下黨。眾所周知，香港人咧以實事求是同埋實為見稱。香港所謂獨立運動不可能成功，所以支持港獨嘅政客、知識分子同普通市民咧係極少數。但正如梁大狀講，狼英嘅看家本領，即係講梁振英啊，狼英嘅看家本領咧係將香港搞到越好，然後咧向中共虛報軍情。就講乜嘢外國反華勢力支持反對派進行港獨同埋顏色革命，目的咧係突顯自己平亂維穩嘅能力同與博取連任嘅同時，亦都係幫中共進一步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咧合理化，即係借呢啲咁嘅炒作，呢個咧就係香港係好不幸嘅。好啦，喺689發動嚴打港獨鬥爭以來，由地下黨操控嘅左派報紙大肆宣揚，啊又講話有咩港獨分子喺英國註冊香港獨立黨，啊仿效西藏流亡政府喺外國籌錢同埋搞反中宣傳，同時咧左派報紙又批評全港公共圖書館居然收藏咗181本鼓吹港獨嘅書，港獨嘅思潮喺香港咧好似瘟疫咁樣散播。啊！啲咁嘅新聞啊，啲左派報紙喺上個禮拜咧，阻到唔要命嘅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接受官方傳媒訪問，佢就話咧，香港內部同外部反華勢力咧相互勾結喺民主招牌下，煽動一部分人搞一場未得逞嘅所謂顏色革命，
目的咧就係要暫停對香港管治權，同埋進而進行港獨等等。你哋相唔相信係真嘅咧？港獨思潮喺香港真係好似瘟疫咁樣散播咩？政治嘅沙士係咪喺度遊遊緊特區咧？點解香港嘅樓價越嚟越瘋狂？其實中共咧唔使轉彎抹角，亦都唔使引用所謂當年鄧小平講過點解北京有權隨時出重拳打垮特區嘅反中央力量。大家都知道，習大大統治下嘅大陸孔武有力兼財大氣粗，香港稍微對中共了解嘅人喺1997年前已有充分準備，老共會背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嘅承諾，再加以尤其是黃英上台後，賣港分子情緒越發高漲，大家唔見好見到好多港區人大政協頭面人物日日板起個臉，狐假虎威咁教訓香港嘅民主派咧。一般香港人就好似大多數大陸老百姓一樣，十分習慣逆來順受，佢哋絕大多數唔會造反，更加唔好講話學人去搞乜嘢港獨。今天似乎冇乜嘢力量可以阻止北大人封殺香港越嚟越稀有嘅自由民主空間，但且唔好去侮辱香港人嘅智慧，用嚴打所謂港獨嘅招牌嚟美化晚上要開個深圳河嘅專政機器。呢個林和立寫嘅，佢係中國問題嘅評論人，寫得幾中肯啦。事實真係咁，炒完顏色革命咁啊，炒外國勢力，外國勢力炒完咁啊，炒港獨。但亦都話翻轉頭喎，政府無能喎，政府無能，係特區政府無能，即係話你要特登借呢件事嚟去擺平我社會呢個決體度係低啲嘅。喺清朝，乜嘢法都嚴過而家啦，喐下都會門抄斬啦，係咪啊？豬狗族啦，亦都有人反革命啊，搞革命啦。係咪啊？你立咩反港獨法都冇撚用嘅，如果真係嗰個民怨去到沸騰嘅話，有冇用乜法律嘅嘢？你立咩法律？唔係講法律嘅事咯。你立係嗰個法律立曬都冇用㗎，啱唔啱先？所以呢班友咧就傻傻地嘅，佢哋真係唔係話去實事求是，佢連嗰個反省嘅能力都冇。就是香港呢班咁嘅既得利益者嘅人，我哋睇到噶嘛，大家市民都睇到噶嘛。呢班既得利益者嘅人，佢為咗要揾翻自己人，去坐上權力嘅位，可以光宗耀祖，有荷蘭水派，有得撈，有得搏懵，話有得揾食，佢先至用呢啲咁嘅打詐手段噶嘛。好啦，如果你中央政府，你的港澳版、中聯版都是同流合污的話，那你國家都危險啦。你習先生做幾多嘢都冇用，究竟你習近平知唔知咧？係咪先？但我哋到而家咧都未聽見習近平先生話嗰、那個八三一政改提嗰個人要得改嘅。習近平先生有冇知唔知？梗係知啦。咁你嗰班友點解仲喺度搞呢啲無厘頭嘅嘢咧？等於我哋睇到中國緬甸嘅邊境，點解佢無撚啦啦掟個炸彈過嚟中國製造嘅啫？掟撚咗過嚟中國呢邊，中國製造嘅，屌你邊度俾個炸彈佢先？中國製造個炸彈咧，好撚貴。咁大家咧就要好冷靜睇落。有佢哋國內咧搞呢啲咁嘅清黨運動咧，係權力鬥爭嚟。之後啲人可以睇報紙啦。垂死掙扎好多人，會唔會借香港嘅事件、借緬甸嘅事件、借周圍嘅事件搞事咧？咁但所以大家就唔好立亂去掀起網民參與啲組織，啊，係好吊鬼嘅而家。我哋成感覺內鬼噶。喂，你梁振英，你坐喺度睇個嗰個上街，警力唔夠，要乜冇乜，連嗰個水炮車都唔夠，咁你都唔
會跟進嘅咩？你唔會叫保安先嚟問佢咩？點解買三架水炮車要兩年幾啊？係咪你個吳家山楊特首叫鳩保安先夾硬搞緊到兩年幾先交貨啊？係嘛？冇水炮車可以開槍啊？係咪先？係有陰謀㗎，我哋睇細咁。只要行去增城嗰度賣啦，擺緊曬喺度，三架五百萬，啊可以放埋 K S 都得，放埋胡椒噴霧都得嘅，嗰啲防暴水炮車，快靚正，一個月交貨俾你。只要你唔肯買五百萬三架，你要搞到二千七萬，佢訂兩年幾，即係話咧等緊到香港嗰個問題係要惡化，啊唔肯只係掟催淚彈、掟手榴彈啊，諗住係咪先？有人會咁樣諗㗎。有人會咁樣諗嘅，所以香港係危險嘅。即係我哋普通市民睇都諗到嘛，一上網 search， 話邊度有防暴車賣？啊，台灣喺度有冇得賣？喺邊度買？又屌你喺真誠、東莞嗰啲有得賣？嗰2200萬做得落做咩嘅？唔係你唔好講錢啊，就話點解你要拖到兩年幾先有貨？咁大家明知又要政改未過，又六四又嚟緊啦，又七一上街啦，有啲話第二波再嚟啦。我哋拿呢樣嘢啫，保安司你有冇情報俾梁振英聽？特首知唔知？政務司知唔知？行政會知唔知？如果大家都知緊，都係全部串謀，屌你咩香港萬爺呢班友，真噶，即係值得懷疑咯！我哋香港市民，我哋值得可以喺公開講，啊！希望中央政府聽到呢個訊息，你問佢點樣搞？你買三架水炮車要兩年幾交貨？點樣解決？咁簡單啫，租都快啦，就算係咪先？快啊！幾架過嚟都得啦。繼續講，我哋講個中場休息咧，係由中間你哋插啲節目就得啦，好嘛？啊，即係前面又插翻落。有请，郭主席、郭博士，大家给我们这个讲话，欢迎。各位都大家好，那今天有一点小问题，要不说怎么样？反正今天大家都看到给我农村的工作。是我们国家几千年来只有今天才发生的工作，从前根本在农村不可以成就，有这个成就要有表示的，就是一个国家发展要整个国家人民团结才可以有这个理由，还有几大人发展过程中呢，一定有起落高低，这个是正常的，人有些有好人有不好的人也是正常的，他全部都是好人了，我们就是不是西餐是上天堂了，天堂有没有知道？还有一个我们在香港很多网友都听到说我在香港电台啊，我个人说的是支持我们国家现在这个一党专政的方法，就是只有这个制度才可以统一这个力量，这个基础。我们国家人太多，地方太大，要支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党专政这个制度，这是这个意思。你不列一个国家那么大，列同一个领导，你看我们很多些地方的国家，比如什么民族啊、自由啊，这些虚的、虚构的东西，每天到来争取，就是也不稳定。你不稳定了，你说什么发展都没有用。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中国做这个，先做这个。很多人有本事的干部再稳定多几十年，我们国家一定要更加健康发展。
我将来要想办法了，我尽量干了，这里做一点工作。我有可能我会引进一些最新的科技过来，把这个农村的产业变成是沟通的产业。现在有些东西竞争大大，卖钱的，但是你卖的我卖的很便宜的嘛，我们想办法生产一些高端的产品。在朝鲜、韩国、高丽，他们做一个珍珠厨，变成一个光正一个一瓶，卖1000多块钱，我们就从这个方向发展。这个朋友请我看有什么配合这个这边的地方，做一些龙头的，好像有些植物的脂肪啊，脂肪植物脂肪啊，植物脂肪啊，植物脂肪，植物的脂肪，脂肪啊，脂肪。脂肪，脂肪，不是脂肪，在植物的脂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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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动物，不是从动物提出来，从植物中提出来，植物，植物中提出来，植物当中提取来的脂肪，这个是比较高种的。我们去有可能我安排带一些新的技术过来，我让农民多找一点钱，还有个出口。在中国跟香港有些人都太理解，他们说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它是一个招牌，这些党员是什么人啊，都是中国人。我们今天在这里全是共产党员，所以你把它分了，香港人、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其实都是一个招牌，方便他们做工作。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因为香港从前没有回归，他这个英国人呢根本没有利息给你念书了，没有利息，根本没有利息，也不懂。假如不是邓小平，他一个政治的理想，我来哪里我有钱就来做工作，他不是一个人治，我哪个在香港我站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是根据中国人刚才洪先生讲的中华文化，有感恩。发财了，我就感谢邓小平先生这个感恩，感恩，对，都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个东西啊，实际上从小事到今天年轻的朋友，由小事做起。那句话写得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厚之家必有余殃。对，这是我们先人告诉我的。所以我们的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让香港一些人都有记得，你今天在香港还是会帮助，会和平的回归，都是邓小平先生的主张。是会。所以他们过来是应该，而且中华文化的根本。下对下对中孝对礼义廉耻，其实我们中今天我们这个地方找得好哎，很正常。对嘛，一个国家发展有很多多元的发展，都是一两对很多代人。感谢过去十多年来，我们西城是1995年。我们万春书库是在西村启动的，95年，万春书库20年了，啊，20年了。你要来四川20年，其中10年我就认识。我们感谢西村过去的很多干部啊，帮我们一起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很感谢徐部长跟你们王主任他们的信任。对，这生命呢做不好。
好，谢谢你们了。